Thank you.
Thank you.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是新加坡唯一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具有华乐系的艺术院校。南艺华乐系拥有国际知名的教育家和演奏家作为教师团队，办学方针是与行业接轨，因材施教地为每一位学生个性化地定制学习计划。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来到了南艺，我觉得南艺的学习氛围与国内的艺术院校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以外，每一年学校也会为我们提供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与新加坡华乐团肩并肩进行演出，从中我也学到了非常多专业的知识。除了在独奏能力方面的培训，南艺华乐系更注重学生在重奏、乐队以及教学的全方位能力，毕业后能有多元化的发展。在南艺的学习环境中，通过乐队和重奏的训练，我发现除了我本专业琵琶以外，还对中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中阮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专业。非常感谢南艺的导师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在异国他乡开启了我精彩而丰富的学艺之路。南艺华乐系招收东南亚的华乐人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专多能的华乐音乐家。
Thank you.